一匕首我腾出手来了，哦、对，哎，手我是随便往那儿去、哦，我就往下去了，明白了吗？对对对，你这么做就看出来了。对，我递你手，是递你手、啊，对对。我这一护这份对，这个你干涉不着啊，对对，这个、我们就没顶啊，对对，这份对，这份下去上去了，明白这意思了吗？哦哦哦哦，这是下去上去了的，哦，明白吗？他递你手，腾不出手来，这是专门说这个，对对，是三，具体说三批五月，不，这个时间上本身。我搏你，嗯，再按这么点，嗯，我这儿开始搏你，嗯，这本身是搏不开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枪子，啊、哦，山头咱们那样搏，很省事儿，他就搏开了。啊、哦，平开，你看你过来，别净说他的平开，对，这是你的平开如是，说再站一下，你把那脚搁后头，这样不是。我开你的时候，你手再拦着点，说这个搏不开吧？对，这没法搏开吧？平开的，在后头那儿，人很省事儿。哦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写出来，藏地写出来。不是说，是搏你那儿，你看搏他杨云中那儿费劲，搏你不费劲。啊、哦，说你怎么拦着，都是事儿。说你这推着呢，对，说随便，这拨不出去吧？啊，哎，就在后边，你看，很省事儿，哦，就拨出去了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不是说不说你，对，你别说吧，拨这个知道左右就不必拨了，啊、是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么平开四板山，嗯，就是在你的枪的头子呢，嗯、意义要远，对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就是山皮五月，说在这儿了，嗯，不是这个皮，对对，是那山前后开了，倒到你身上了，看着这意思了吗？哦哦，那叫皮，它倒到你身上那山尖儿，哦，你是月，我是山上的这尖儿，倒到你身上，它有一如包含，这就有这山皮五月，对对对，他要不知道啊，那是一定是。像我是像山似的啊，劈你呀，这个不行，劈你呀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开始不成，对，我没去呢，我这劈给倒了，倒在你身上了，对吧？那凤鸣台都七闹铃，就劈你呀，那去了，啊，对，起来吧，这不是起了七闹铃啊？不是说劈完以后躲开大点儿，我在这儿听，不是，就是他劈了，对，哎，投了去了，对，听好了，起来，哎。这不是起来了吗？哦，摘星换月的时候，他就是他。对，这不是接茬的吗？东东里头，对，意是连贯的，星摘回来了，换月亮出去了，哦、那不就完了吗？对，你再堵你也堵不上了。对，你前后，对，就是他。对，摘星了，没丢，换月没领出去了，明白吗？他没有这个。啊。出不去了吧？对，他仍然是不丢不丢。对，我仰身也是这个。对不对？对，你把我推成这样，仰身了。对，这了行了，回来就出去了。我也是你得出去。对。对不对？下士的方式里头，就说，易如花坡，我怎么下去？其实我没下，你下去了。嗯。这就说。开始我这是下去了，对，是那滑坡，你开始就下去了。哦，不是我下去，啊，他练拳时候是我下去，他用的时候一如滑坡，申霞乐那一如滑坡，他不管是张三李四，对，他该冲脚底都冲脚底，啊，你站那儿你有多大功法，他也在那儿冲你，除了你站那儿有一高台的不冲你。虽然说是这个，对，当天了，嗯，我在你身上下士有什么用？嗯，对不对？一会儿我说谁下去啊？啊，对，他再说这金鸡独立，他不是我托你下额替你当，对，对不对？
日升起来了，早怕，就那不就起来了吗？不是我起腿，他练完以后我的腿并不动了。我练的目标里头不最末是身无形手无相吗？对对对，明白那意思。我怎么会要向别人显摆，躲开你脱下了玩七单，那谁有这动作呀？对，不就是你全拿着我呢，这是你限制我的。对对对对，我腿起来手起来，哦，这不你就起来了。这关注转小时候大道理没找着他。哦，是明白吗？对，这个具体说到，说海底针不是这海底针楼梯扭动，是这一个，是这个是不管事儿，对，我空调拉开了啊，对不对？头着绳断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我不是海底针完了以后。啊，这没用，对，啊，这都没用吧？对对对，哎，弓开开了啊，蹦那上断了，哦，你海底针吗？我不，这是说没演变，你怎么知道它是海底针呢？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对对，蹦断了，这不是海底针吗？啊，明白那意思了？对对对，这叫路了。